家好，我是 Angel， 那我来自彭州劳务，那我今年呢34岁，之前呢我是一名小贩。那我很早很早以前，就是在我读书中四的时候，大概是16岁吧，就开始脸上呢冒出一大堆的这个青春痘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花了很多钱，花了很多时间，可是呢都没有办法让我脸上的青春痘呢好回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呢用很多很多的产品，而且呢也去了美容院做护理。我很多时候呢我去美容院做护理，那我一做呢就是做3到4个小时，因为脸上的痘痘真的是太多了。那我的美容师呢，他每天在帮我做挤压挤压这样，我每一次去做护理，我都会感觉哎，可能今天挤压了过后，明天或者下个星期就不需要再挤压了。我一直很期待，很期待自己的脸上的痘痘呢会消失，可是呢却真的很失望，一次一次的失望。那做了有10多年的这样的护理吧，也用很多很多的产品，换了一个又一个的，可是呢脸上的痘痘都没有消失。不过很庆幸的，在5年前我遇上了欧美丽公司。那这公司呢，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叫 Eva Cream。 那我用 Eva Cream 的时候呢，我不是擦在脸上，是擦在身体上，那身体上的6个部位而已，我就看到脸上有开始的那种痘痘呢，慢慢慢慢的它开始有好转。不过呢也用了一段时间了，也用了超过半年到差不多1年的时间，他才可以看到好转的现象。一直到去年吧，那我脸上的青春痘呢可以说差不多是好完了，只会有时候呢偶尔会出现1-2颗，可是呢之前的那一些一大堆的痘痘就已经没完了。但是也因为痘痘没完了，也留下了很多的遗憾，就是在我脸上呢看到很多的疤痕，看到很多凹凸不平的洞，然后呢也看到整张脸呢会比较是属于红红的。那别人都问我是不是有这一个皮肤敏感的问题，那可是我却没有皮肤敏感，只是看到好像红红的，整张脸是红红的这样。也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么巧公司又来了一个新的产品，就是这个森美因子的精华浴。那这森美因子精华浴呢，哎，我觉得真的超棒的，因为我用的时候呢第二天我就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，我觉得很惊奇耶。因为你会看到一擦了过后，明天早上起床，你就会看到哎，整个脸是比较滑，然后呢之前的洞洞呢哎，又好像修补了一点这样。所以呢我用了到现在不到2个月，差不多有2个月吧，那我就发现我整个脸部呢真的漂亮了很多。然后当然呢也因为漂亮了很多，所以呢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看镜子。那因为你今天看的镜子呢就会看到比昨天更漂亮，那明天看的又比今天更漂亮，所以呢整个人就是自信满满的，信心也非常的好。再加上呢每一个人，我身边的朋友呢，很久没有见到我的朋友都说哎，我最近漂亮了很多，所以呢我也很高兴的，我一定会把这产品呢介绍给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，包括我家人啊，包括我的亲戚啦，我都会介绍给他们。因为我发现到，真的很多很多在市面上很多很多的朋友呢，他们脸上有一些痘痘啊或者是疤痕啊，一定会很不开心，就好像我之前一样。那怎么去修补也盖不住自己的内心的不舒服，就因为脸上的这一些疤痕。所以我觉得呢好的产品一定要跟我身边的朋友分享，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好像我一样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。